看这到底要怎么估轮啊？高志群，你怎么会问我？我真的不知道，到底要怎么估轮，可以估成这样啊？我这辈子起跑没估成这样过。哇！哦、马上王世玉哦，马上发生转倒了、哦，机身买一五，还没热。没错，这边哦，帅气的超车，帅气的超车。我攻防转换很凶啊。哦，这没有采访，这是没有采访，因为当初我们在瞧麦克风的问题。Hello。哦，所以我们大家大略浏览一下前场。来看这边，打个招呼。那名字都交给你记哦。对，名字不用记，名字不用记，现在会有名单。你是在 Hello， 这个绝对是谢志伟啊。帅，是在 Hello。这种车都有哎、欸。卡佑嘛，卡佑啊 ，MSX AIR， 对，买150啊，大乱斗，对，卡佑，真的，那个我们卡佑比较多，哎、欸，可是排第一是 AIR 150，是罗家佑，台南应用科技大学，第二名王志广，第三名郭宏儒，第四名曾俊玉，第五名黄博凯，以上是我们的前五名哦，哎、欸，高俊，你不是有在统规赛骑过 AIR 吗？是，哎、欸，是 AIR 吗？是 AIR。其实我忘记哪一台了，只是印象中就是 mini bike。所以等一下有一个孤轮那台就是 AIR， 你可以解释一下到底怎么有办法起跑可以孤成那样子？他在暖胎圈的时候直接把车孤坏，有没有？那个真的是相当有天分。我讲孤轮本身就是一种天分。对对对，可是应该是赛就是要冲线前孤轮那个才帅，不是起跑孤出去应该不太对，你知道吗？他可能。他把他的那个 mini bike 当成是滑台车在操作，滑台车在骑。对，哇！马上王世玉哦，马上发生转倒了、哦，机身买一五。他还没热。不过25度，他是今天25度的天气哦。其实，在安定来说，其实那个抓地力其实应该算是够了，而且又是大晴天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，因为他第一圈摔倒。没有关系，因为很多人在暖胎圈摔倒了当天。哦，没有，刚刚有一个暖胎圈起跑，他就直接把车估坏了。对啊，还有暖胎圈就摔车的。对，比如说什么，我记得是什么南台科技大学的吕冠廷选手嘛。吕冠廷选手是。对。现在我在第一名，稳稳跑在第一哦。对，我的罗家佑选手跑在第一，骑乘 AIR。你可以分析一下 AIR 这台车的特性吗？听说它就是 KTR 改12寸，对不对？无法分析，你不是有骑过同规赛？你不要这样，不准给我罢工。我骑过一次，我完全没有办法，真的虎烂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是。对，再次跟各位那个解释一下，我们这一场是补录的、哦，因为当天的收音出了一点问题，所以我跟我们的主播杨仿强是加班在补录。加班，现在凌晨多1:37，1:37，没有加班费，没有加班，没有。先不要这个。这我不确定会不会说不过各位是有想比赛欢迎来，当天我们绝对会让你变成全场焦点。如果你雷场，好不好？不要雷场，拿冠军也会让你变成全场焦点。欢迎动用黑暗势力，比如说请我吃点东西啊，请我喝个什么东西，我跟你讲，整场都爆你，OK 的。是，先不要就这么敷衍，我就很烂。台币战士，好，我们罗家佑选手啊，现在稳稳骑在第一名的位置、啊，还可以看到23名变成第二集团的感觉。这个是第三集团，6、7、8。没有，我说刚刚23、4名、啊、是自成第二集团，没错。这边哦，帅气的超车，我攻防转换很凶啊。啊？他啊 repair， 来看一下这个超车镜头。明显就是前面的失误了，稍微没有关到门，有点可惜。而且没有啊，你看那个卡佑，其实他也是蛮晚刹车的。留意中选手，还好啦，都在正常的那个操作范围。入弯的那个退档有没有？非常的搭理。是，可能哇，他抖了一下，可以啊，我们。OK， 非常大力，有人非常激动的在骑着这台卡佑，七八名真的比较凶。不过
刚刚被超过的第七名，他从骑乘的一些动态上面感觉是好像稍微少了一点自信。是是是，可能没有啦，可能是北部来的选手啦，北部来的选手对这个场地比较不熟悉，通常都应该有练过车啦。对对，我也还好，也可能是他骑姿的关系吧。那这台车的把手是一般原厂的把，比较好骑啊。是是是，所以在、那个、12寸的车这么好骑啊，就可能因为他看起来这位选手他看起来也蛮高的，你要他骑卡又应该会抽筋，对，很憋，应该也骑不太好。对，所以这个姿势对他来说反而是相对舒适一点的姿势。不过这第三集团哦，你看到是赖荣成跟蔡安成双城对决。对啊，他是中山的学生，所以他应该是北部下来的。中山是在北部还是在高雄？不太清楚哎，等一下你现在是要站南北是不是？没有，因为后面的是昆山的，昆山的在地啊，你耶。对，他就是是站南北啊，就是没有了，没有站南北，是南印大，我们第一名也是我们在地的罗家佑，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哦。对啊，这应该天天练。你看他骑乘的路线，从他前几圈现在看过来都没怎么变。啊，他骑得很稳，他真的骑得很稳。这骑乘我们 AIR 150，大家传说中的 KTR 改十二寸。真的吗？这是真的吗？其实我真的没什么印象。我觉得差不多，因为引擎跟变速箱看起来是同一颗。然后那时候我同规赛有骑到，就很像是改十二寸的。哎，不过我觉得它比 AR 比 KTR 好骑。好骑，对，因为它避震是，我该怎么讲？它避震好像是有不同厂商的避震，所以它同规车的避震跟那个 KTR 同规车的避震有差。他是用法斯特的、发现自己独走之后那个姿势出来了。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平常独走不都这个姿势吗？这第二集团郭宏儒带王志广掉一个位置，本来是排在第二，就被郭宏儒超掉。老屁股郭宏儒，哇，这边发生事故了。这个是王世玉又再次发生事故了，骑乘我们买150的王世玉。他刚刚做了一个蛮正确的观念，就是你摔车的第一时间的话，你是人是要先离开跑道的。是是是。对，当你确定说，哎、欸，后面没有车了，你再回去牵你的车。对，再把车牵，这是比较安全的。赛道小讲台没有问题。然后宣导一下，如就算你摔车，然后车辆没办法发动退赛，但是我尽量都建议安全帽还是那些都不要拿下来，装备都是要带着。对。然后这个郭宏儒选手轻轻松松写意的超过了这直线，还要追五圈了、哦。第二集团郭宏儒跟王志广还是站得很凶的，其实都在那个进攻范围内，是就大概两三个车身啊，到弯道的时候，啊，就是前方一旦失误就会马上追进。对对对，缩减到一个车身的距离这样。不过你说平平是高把，我们的王志广选手也是人高马大，骑乘的风格就比较有自信。没错没错，跟刚刚那个选手来比，现在回到我们的第三集团的刘一中带赖玉成跟蔡安成，我七八名，七八名，三台车好像两台卡右，这一台是 MS X 吧，对不对？应该是，可 MS X 它动力上就跟卡右有一定的差距，不是吗？我真的不清楚哎，其实你有骑过卡右吧？还要动力没有大吗？卡右啊，我有练车的时候试过卡右，但是其实我个人到目前为止，什么比赛都参加过，但是我目前就是没有参加过 mini bike 的比赛。没有，你人高马大，你不能这样讲，180公分呢、欸。卡右这台车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骑的，就是它的那个姿势真的是你要花一点时间去练习、去适应。其实我当初大学的时候很想冲动的买一台。就还好你没有买，要不然我坐了一下，你知道我发现不行，坐骑三圈下来，我觉得抽筋。对，还好你没有买，好。对，当天刚有看赛前采访的各位那种观众，我有看到这是第五的谢智慧跟第十一的彭祖，彭祖是我们场上唯一女性车手，骑乘 AIR 150。哦，她姿势也是相当剽悍。那再来这是第四名的曾俊玉啊，国立台东科专科学校。一点多录音证，为什么都会念错？
我从台东跑过来比赛非常难得。配色好看，配色好看哦，黑色加荧光色。安全帽，他的安全帽跟他的车子是有搭的。对，他这个是一个 set 的。对，很帅很帅。这那车你看，可是我们第一名罗家佑也有啊，他 L99 嘞，螺轮走配色。他那个已经夺夺已经夺走了，那个我们就帮他夺回那对对对，我们就帮他夺走的部分，这个大夺走了，超级大夺走，跟第二集团有超大的差距。他现在要追到我们的第三集团，有没有看到？前面是我们第三集团，后车吗？对，就是五六七名啊，他要追到我们五六七名的，跟前年还去年的那个我们的无人宽选手一样。无宽是谁啊？你不要这样，你先不要这样。最后两圈了，最后两圈我们的冠军的那个罗家要追到我们的五六名了。哦，超车也是相当有自信，是，感觉轻松惬意啊。啊，应该是没办法造成，应该不会对他造成什么。而且我们那个蓝旗也是及时有在出事、啊。零距，对对对，那种旗号手，这次蓝旗有在进步，经过大家的。广泛的给予我们七号意见之后，这是有，就是一直被干掉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，是最后一圈，就是什么被干掉就会进步啦，主播被干掉不会被进步的。对对，我们没有，就是赛评可能下次反应比较好之后，张新东决定你来，我们就可以先辞退退休，你知道吗？我不会，我没办法接受。啊，这画面上第三名王志广选手，人高马大，其实我们的 MS 叉哦。现在都大乱斗了，现在真的大乱斗。对，就遇到慢车之后，前面这个应该不是郭宏儒选手吧？郭宏儒选手应该走了一段距啊。这个是刚那个转倒的那个我们的买150的、啊，最后一圈了，即将冲线了。冲线了，哎、欸，没有问题哦，罗家耀选手，恭喜！我16号罗家耀选手，没有问题。罗99配色，是我们的郭宏儒中原大学，再来是王志广郑修，哎、欸，高雄的乡亲啊，高雄乡亲没有问题的、啊。就是你的同乡，这是我们 MiBike 的成绩哦，谢谢大家，加班结束，加班结束。好，我们来看我们的冠军绕场，我们的罗家佑选手，没错没错，帅气，没有问题，开心很开心，独走一整场，实至名归啊，实至名归，他骑的真的不错，跟你一样嘛，你很常这样独走，没有，我自从到 A 组之后就没有独走过，你不能这样讲，可是人家 B 组跟 C 组就很常独走，那个不一样，那个是大家不用干卡。这段应该不会被剪进去，没事。